下班了。嗯，走啊，回家。今天咋不开心呢？没有。看着都不乐呵了，见谁呢？那我有啥不乐呵的？到底咋的了？啊，那果然呢，你真是个火眼金睛啊你。那啥，这不工作吗？被老板说两句，有点不是很开心。我带你出去玩去。啥玩意儿？打台球去。你会吗你？你不可以教我吗？行，走吧。台球。拿这个摆平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哎，没事没事，你就不会，我教你。那个，这个，我先推。推到哪儿啊？这儿啊。推下去，好。哎，慢慢往前。对对对，哎，没毛病啊。你飞里吧。对对对。好嘞。然后我开球呗，然后。我明白，会有一颗心。好好好，哎，进了，太棒了！来直了吗？对，这边。直觉会给我建议。行啊。若是爱上你，凭什么原因？不认出你。啊，没事儿，不疼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没事儿，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就我不开心的时候，你愿意陪我做我很多事情？那我不陪你做什么事情啊？那你又不会。那我想让你开心呢。走，整口去。整口。走。